一楼还是在楼里？这个我不能给你报了。OK。躺了，这个是刚才打我们打了那一堆。怎么铺这么开、他截图，这一堆会玩，这一堆小高手。OK， 我换个平板直接解说好吧？你去搞那个。OK， 我去打对抗赛。OK， 那我能解说一波。OK， 你来解说一波。换个平板，插个线，就连上吗？连上了吗 ？OK， 连上了啊，兄弟们，好的，现在由我们来解说啊。现在场上队伍还剩九支队伍，24个人，我们看一下啊，剩的有哪些队伍？看一下，三号队伍是追看到了这个二号队伍的辣妹青青啊，这个。他是有什么想法吗？哦，看到了，应该是看到全面，全边有人准备绕一波，看到又发现了这个辣妹青青，辣妹青青很惨，直接一个火力场摇过来，怎么说？辣妹青青找到一个，还有没有机会？找到两个，哇，辣妹青青是要一穿四了吗？我丢，哇，哦，很可惜啊，这个辣妹青青。啊，杀到两个，但是还是被原近点的这个蓝符，三号队伍的这个蓝符击杀掉了。然后旁边21号队伍是坐收渔翁之利，在旁边抽了一波把，劝了一波架。现在看到对面所剩人数不多，直接开车就是往前压。啊，他们没有发现啊，他们没有发现这个三号这个蓝符是直接往毒里面跑，打了个药，他们。一波障眼法，往圈里面封个烟，在圈外打药，直接偷一波，打倒一个。怎么说？还有没有？直接连杀带我一手扔到底，可惜可惜，真的可惜！我操，就是差一枪，我操，差一点就补掉了，就差那么一妞妞啊！啊，我们21号队伍也是可以将这个倒地的人扶起来啊！我们再看一下其他队伍啊，这个七号队伍呢？我操，嘎了啊！我操，对啊，我没看到那就嘎了，这么快的吗？不是你打啊！屏幕怎么灰蒙蒙的？不是你卡，等一下，设置一下显示。